少佐，一旦进行测试，受辱的正是你，作为帝国军人的骄傲。 喂，两支同时注射。常人身体承受范围内，这些剂量也要分两次注射。长谷川少佐的身体岂是常人能比？他是帝国军人的典范。注射。 到底是谁指使你在什么时候潜入情报科内部的？我不是什么军统内奸，我是帝国军人。增加剂量，中佐，再加剂量就违背金井大佐的命令了。在测试没有得到实际成果前，我们需要对他的身体状态负责。 我的命令是增加剂量。嘿，增加剂量对我来说。
那是没有用的。我坐在这儿，只是为了执行大佐的命令，而不是成为你的玩物。我输了。赶紧让他冷静下来，不然心脏病骤发就完了。不去，快！少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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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一下！冷静一下，少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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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冷静一下，少佐，少佐。少佐，少佐，你冷静一点，少佐，拦住他，少佐，冷静一下，药剂已经在你身体里起反应了，你现在必须冷静下来，不然会要你命的。少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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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躺下，少佐，扶他躺下，快躺下，快。先是韦景像跟病秧子一样出来，现在。少佐又变成这个样子，中佐是存心想把我们给逼疯。